暑搭观吧，想好看请揭幕。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之文掀开长长的海报，宣布基隆观光巴士在暑假推出的新亮点，包括 City Tour 小旅行与涵盖基隆港东西两岸的四大精选游程，即日起上线开放预约。其中七堵暖暖淡蓝秘境一日游将首度透过观光巴士带领游客深入七堵及暖暖多处秘境景点，在8月31号前参加还可享第二轮半价的优惠。这一次的四大精选游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也把这个七堵暖暖的这些精彩的这个游程呢给它包装进去哦。所以这一次我们七堵暖暖也结合在地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方玉农场，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在地的特色餐的享用，另外也跟暖暖的大金农场来做一个结合，有一个手作的 DIY。 那这四大精选游程呢会在 KKday 呢，我们从这个8月2号就开卖哦，那一直到这个9月2号。至于身份证字号C开头的民众，从8月5号起到9月2号间，上网预约即可免费搭乘每周五由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出发，行经要塞司令部、正滨渔港大楼、八斗子车站及正滨渔港色彩屋等热门景点的观光巴士 City Tour 小旅行。我们这一次特别也推出了这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来给我们基隆人。那过去呢观光巴士都是用预购的概念哦，那我们这一次在暑假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只要你的身份证开头是 C， 它就可以享用免费的游程，但是它是限定哦，就是8月5号到9月2号期间的每个礼拜五。好，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免费的游程，那我们也欢迎所有不管是在基隆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基隆人，好，只要你的身份证字号是 C 开头，欢迎你到 Occupies 来做一个预约的动作。在疫情趋缓下，基隆市政府推出暑假限定优惠活动，提供游客最超值的旅游体验，邀请大家一起来基隆搭观巴享好康。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